北京冬奥会开幕啦，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冬奥比赛有哪些项目吧。找一找，一起找一找，这项是什么运动呢？花样滑冰是冰上技术技巧与音乐舞蹈艺术相结合的体育运动项目，兼具音乐美、姿态美和力量美，是最受大众喜爱的冬季运动项目之一。找一找，这项是什么运动？高山滑雪是世界上组织难度最高、复杂程度最大的冬季体育项目之一，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。找一找，这项是什么运动呢？冰球，冰球运动是在冰上进行的一种集体相互对抗性竞赛活动，具有冰上运动和球类运动的双重属性。找一找，这项是什么运动？短道速滑，短道速滑是集速度、技巧、战术与智慧为一体的冰上运动项目。找一找，这项是什么运动？雪橇，雪橇是一种运动员仰面躺在雪橇橇体上，通过身体各部位协调用力来操控雪橇滑行的运动。找一找，这项是什么运动呢？冬季两项，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，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，是由滑雪和射击两种竞赛项目结合在一起的运动。